学作为节目吗？我根本就没有制作的技术啊！啊，这个要怎么办呢？啊，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想要付诸实现啊？这个会不会很难下手呢？你是想要当网红吗？这个不是的，莫伊嘎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想要学习影音行销对吧？会很难吗？我真的不太懂啊。光想不练，光说不做，怎么可以呢？我是提巴米修整师 Sophie， 这么好看的课程还不赶快分享给你朋友？赶快找我吧！